即将化云通，假扮姑苏殿下前来扎亲，被预谋识破，怎奈我知是奸意不信，方将我率引责去。实才闻报，只恐今日紧要发兵御山，此去是定重则计，使我情急无奈，只得身穿重孝，赶到中途再劝之功，倘能幡然醒悟，乃我不憾之信也。元帅，你与何人穿的孝啊？老臣我，与职工你穿的孝啊。孤王还未曾死，你与我穿的什么孝啊？哦，请问职工，你带了多少人马？10万人马，战将千员，今日何往？兵伐玉山。怎么？你要兵伐玉山？正是。哎呀，如此看来，我这小啊，与你穿定了。大元帅，故此番兵伐玉山必然一战成功，你为何持此不利之言？
天，财政家人本看江山。两家结合，看今日天时不早，大元帅暂且会否众将官兵发于野山。铁蛋之公，你万万的去不得。张定国，今日大王发兵，你口吃不利之言，休走看枪。啊，这条毒计，可叹我这十万大军战将千员，俱丧在你一人之手，我恨不得时而之辱，饮而之血，方叫我心那痛。只恨呐！Thank you.
我知贪功心切，今自发兵于山，此去定中策计，我是怎样救他？我是怎样救他？急速回府，调集800护卫军，改扮渔人模样，埋伏在九江口。那是拼着老命，也要杀退金陵泽当大救之功于全军的性命。我就是这个旨意呀。我就是